工作辛苦啦！大家好，开车还顺利吗？很顺利，我就有点头晕，太冷了。太冷了。一到车上又很暖，我就马上头晕了。因为其实今天米兰的早上一醒过来的时候，外面是阴天，在下雨。早上你们应该也是很早开工，对不对？很早，但是我们阳光特别好。对，然后中午的时候有很漂亮的太阳，所以一天经历了阴雨。突然间又要聊到那个好像特别哲学的话题了。比如。比如说，因为人生的阴晴总无法预测，但你也不知道下一秒老天爷要给你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这么理解的，我出去了，阳光自然就会出来。哦，真的？老天对我就是太好了。你不行，人发起，你的自信啊。